欧阳娜娜与妹妹合照，离开十级滤镜后，两人真实颜值一目了然。欧阳娜娜的知名度还是比较高的，尤其是很多女孩子平时特别喜欢她的穿搭，而她除了在时尚圈很有名之外，偶尔也会参加综艺节目，给人留下美貌又有礼貌的印象。不过最令人钦佩就是她在音乐方面的造诣颇深，她平时经常会分享一些美图。在不久之前，她跟妹妹一起来到野外草地上合照，姐妹俩都那么貌美，实在是令人羡慕。她们的眉眼之间确实很相似，妹妹梳了一个丸子头，穿着豹纹连衣裙，妆容比较清淡。欧阳娜娜则穿着白色的碎花短袖上衣，直长发直接披散下来，手里还拿着一朵野花，相比来看她的妆容更加浓一些。不过两个人都是青春美少女，而且皮肤都很白皙，即便是离开了十级滤镜以后，她们的真实颜值还是一目了然的出色。